都2022年了，还有人用那么老的方式作弊。作战实在太顺利了，考试一定能够欧趴。啊，糟糕，小超全花掉了！啊，完蛋了！玉婷，等下考试你可以多多帮我。如果这次再考不好的话，我爸妈就要送回去补习班了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敲桌子代表是题目，按笔盖。答案，一下是 A， 两下是 B， 了解了吗？抱歉，可以。没想到又在这里泄露身份了。给我闪光！好，同学，请把跑卷分 A、B 卷分开收。蝶仙，快出来！狐狸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请蝶仙出来啊。我上次国文考试啊，就是靠他才考过的。加油！哎，你不懂啊。来，开始考试。蝶仙，快出来！蝶仙，快出来！蝶仙。哎，到底阿姨刚才说的那个蝶仙有用吗？真的是都超有效的啊！老虎今天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知道为什么蝶仙今天没有用。因为今天考数学，你应该给他数学公式表公式 A B C D。对哦，好，这是上厕所，不要偷偷作弊啊！这次请委员来应该没问题了。抱歉啊，抱歉啊，恭喜你这个。哦，I heard this。Oh, what the this?
色，怎么没了？哦，请错人了啦。